章子怡和汪峰结婚后生下一个女儿欣欣，家庭幸福美满。而近期她被拍到凸肚照，怀孕传闻满天飞。据媒体报道，章子怡在四月初就被传出怀孕消息，当时媒体与汪峰工作人员求证，对方仅回应艺人私事不太清楚。没想到近日她接连两次被拍到小腹明显突出模样，先是她接女儿欣欣放学时穿着宽松碎花洋装，24日又被直击带女儿与张学英一起聚餐的照片，她身穿宽松的浅蓝色连身衬衫，看起来韵味十足。更有知情人士爆料，她已经怀孕5个月，为此她不惜推掉许多工作邀约，只为养胎。其实她本人早就在节目中透露自己想要拼第二胎，替老公圆儿子梦。而这次凸肚照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留言恭喜恭喜，坐等官宣，快点来个儿子继承她的颜值。有好消息，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哦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